龙头奶奶。卖不卖呀？卖了卖点。那咱俩也弄几锅的，咱俩也弄几锅。啊？搁俺车上呢，你们带住。来吧，来吧。你要几块？哎，先别弄一锅，吃了再来。是不是吃你的车了？不是你的车啊，还跑班？不好办。哎呀，这车太车了。两万五块钱，甘蔗可甜，都是种啊。他去年都是给他这儿弄甘蔗吃。这还没咋事儿，大出的吧？你看这一弄，这不跟俺要的呀？这没有你家人出一锅了，怎么敢动手？这一弄开都该卖菜了。拿四十，拿四十块钱弄了。你要了我就是给他拿过去。小孩都给家里买几颗，俺那不种，俺今年种了几颗，长了一点点，去年种没种。到那吧，上那个反正枪战，你就像这，你去买到那枪战，我得到那五十块钱买不了这些。那就是。俺这多少钱？俺这多少钱？就那个。俺这多少钱？就那个，走吧，就那个。用咱自己的手去挑挑去。走。那弄那二十块钱跑了，这个还行，还行。中，我一会儿给恁送过来，我手机，我也是拿的手机。中。一会儿送到家里头啊。好。过去了，阿嫂，把你六颗送的都是恁的。哎呀，他在到时候眼儿跟根儿不用去，给放时间长一点。是啊。嗯。哎呀，俺都搁那看看，都带走了。哦，看看呗。哎，我歇完了，你走了啊。好，麻烦你了啊。这没啥顺路。想吃这一口，我给你弄。可别穿那一口了。我给你捋捋恁吃吧。看样有棍儿。这叫甜棍儿。咬着甜不甜？这叫吃棍儿。吃棍儿。这叫吃大棍儿。这叫做吃货吃棍儿。妈，你不吃啊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还有嘞。嗯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妈。国庆节他们都放假了，带着他们去转转。
走吧。吃呀、啊。哎，去转转。要好。带着他呀，去转呀。你带着谁去转转？给你戴上你的帽子，老彭。啊。那姐夫去给你找去了。没事，走吧。你看看你帽子，你帽子看不上啊，能大一个是吧？看不上，春天穿的呢，呀，光看见头筋儿。走吧，走吧，你别笑了。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主儿，你不戴帽子，主儿。他不戴，他帽子扔那儿了，他不戴。我那不会拆，走吧。文姐，那你买票坐多少？人好多呀。走去里头看。前几年在那儿没有这么多人哈。好。那还慢了呢，小帽子不戴，小帽子慢点，到时候他见不着你。给你个门票。啊。他这门凉快，他风光刮家，我跳跳都不舍得。俩人太挤了，这是。不是他俩不是。不是他当大头。他不是当大头。这不是我在中间没。
咱们多少钱呢？